第一个穿到刀口，第一条线这里过进来，然后把这个当前长度啊，有数的话就轻一下零，然后按复位，啊，等它绷紧，绷紧之后第一根线后边，啊。就捋一下那里，没有不够一百米，这条线没有一百米，那扯住了，扯住了啊，没有一百米，老的还可以了，那没问题，那个走上面的老王了。从上面绕完了，只有89米、90米，好像看到那个样子。嗯，取下来就可以。可以。